这场戏呢，我是这样想的啊，然后让女主从那边走过来，机器跟过去推过去，然后呢，这时候呢，另一个演员进来，啊，这样可以。辛苦了，康总，请大家喝水。哎，康总，啊，来来来，康总来了，导演辛苦了，不客气，康总坐，我去那边看一下啊。来来来，别客气，别客气。 康总，我有一些问题想在收工之后向您请教一下。对不起，我最近比较忙。兄弟们辛苦了，收工。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导演辛苦了，辛苦了，郭导，应该的。康总，那我先走了。行，你先忙。OK， 行，拜拜，导演。康总再见。康总受伤了？啊？没事吧？怎么回事？ 怎么那么不小心啊？没关系，我刚才没有注意。你没事吧？啊，没事。你流血了。你最好去医院看看吧，我还有事儿，得先走了。 我为什么这么针对他呀？因为他是陆博言的妻子。我有事情要出去几天，好好配合郭导，认真拍戏。好，知道了。孙宇，我不在的时候，好好盯好片场跟拍摄进度，有什么事情随时向我汇报。好的，康总。康总好。 你的手好些了吗？苏老师，谢谢你。不客气。简安。
我也总裁来啊，在剧组好累啊。发生那样的事情，有第一时间告诉我吗？你真的是太不乖了。看来我要好好的惩罚你了。家，家要出发啦！陆总，这是苏小姐的剧组通告单，她今天应该跟剧组去外景拍摄了。苏小姐不是说不让你来剧组吗？咱们直接去的话，恐怕……啊！快去办，不然就准备去非洲出差了。明白。等一下，顺便帮我查一下这部戏的幕后老板是谁。明白。